可以叫我兔兔，今年20岁，身高170公分，体重49公斤。那目前是做职业模特儿，有接过展场、走秀、服装秀等。有人说我像隋唐、Hebe、吴佩慈，你们觉得我像谁呢？小时候是田径队的，喜欢游泳跟跑步，那想追我的男生要跑快一点哦。很开心，就是能得到酷九妹妹票选第一，大家以后要继续支持我哦。